我劝你早点归去，你说你不想归去，只叫我抱着你。悠悠海风轻轻吹，冷却了夜火堆，我看见伤心的你。你说我怎舍得去，哭太也绝美，如何止哭，只得轻吻你发边，让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。你，仲有你，今晚都要留喺度陪我。陆少，今晚有阿小婉陪你咪得咯。呢两个姑娘系第二台人客噶。唔得，我张国荣企出嚟系表演嘅保证。嗯，我永远都系 I die my heart out。系，冇错。我永远都系尽我最大嘅力量去唱俾你听。你清楚我吗？ Hey! 你懂得我吗？ Hey!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？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，说爱说天，偏偏讲得太浅。应该讲话俾好多机会。咁啊喺华星嘅时候都有好多碟咧，都系佢做监制啦。咁啊，雖然個 studio 渣啲，咁但係即係好多歌咧，即係都 hit 到出嚟啊！好多歌咧，即係個商業嘅價值啊，嗰啲嘢咧，佢都有提點我咁。老友記到點？即係成日見咧，定係喺在心中知己朋友來冇電話啊得噶？或者有咩事嗰陣時佢先會出現嗰只咧？唔係，我諗我同哥哥咧就會比較少見啲，因為大家嘅生活圈子好唔同。咁我係好家庭㗎啦，係嘛？咁佢我都好家庭，不過唔同你係啦，嗰種家庭係唔同嘅，即係佢係中意好安逸喺自己屋企裏邊去做佢自己嘅嘢。不信命，只信双手去抚平，矛盾是无力去暂停。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，夜难静，问有谁共鸣？